电火器和过滤可靠的消防用具的使用日期和状态。我们拥有一座设备齐全的抛光厂，主要提供产品的抛光、拔模、清洗等服务，采用手工和机器相结合的生产方式，包括平抛、光抛、螺边等机器生产线和人工手抛生产线，为确保产品精细而严谨的质量标准而努力。欢迎点击下方小公车了解详情。我们是源头工厂，专业生产五金不锈钢餐厨具已有13年。我们的食品级三零式不锈钢餐厨具不仅美观耐用，易于清洗，还可以反复使用，是家庭、旅行、野餐等多种场合的理想选择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如果有定制需求，可点击下方小公车了解详情。我们的抛光厂区是不锈钢餐具的生产基地，有100多名抛光员工，提供手磨、浸磨、和磨边、光抛、自动及手工平抛以及清洗等服务。这里设备先进，技术精湛，每月生产约300万至600万式不锈钢餐具。我们能够支持大小量批发、定制和代加工等业务。我们是源头不锈钢餐厨具厂家，经营13年了，拥有先进的冲床、液压床、红压机等专业设备，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和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，支持零售、大小量批发、定制、代加工等业务。需要餐具的朋友们，点击下方小公车了解详情。我们是一家成立13年的不锈钢餐厨具源头工厂，有自己的综合办公区域，共有员工140人，人事、行政、财务、采购、美工、新媒体、传统外贸和各大电商部门在此办公。从售前到售中再到售后，都有专人负责，确保为每一位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。在制造业领域，企业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，需要不断应对市场变化、规范管理、降低成本、提高质量等诸多压力。但是只要坚持不懈、勇于创新、关注团队发展和员工成长，就一定能在这个领域取得优异成绩。在建筑生产车间里，有一对夫妻正在忙碌地进行西餐餐具的冲压工作。他们虽然汗流浃背，但脸上洋溢着笑容。他们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，却从不抱怨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份工作不仅带来物质保障，更是对家庭的责任。我们的工厂犹如一座梦想的堡垒，在这里，每一台机器的功能都是奋斗的号角。我们立志以匠心打造精品，用品质铸就辉煌，用汗水浇灌希望，让每一个不锈钢餐厨具都成为生活的艺术品。我们将不断超越，为梦想拼搏，让工厂成为行业的璀璨之星。公司位于广东省揭阳市荣成区新书工业区，是一家集开发、设计、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不锈钢餐厨具制品企业，并具备自营进出口许可证，致力于为不同客户群体提供多样化需求服务，始终用匠心铸造品质，以务实赢得人心。我们这个车间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，配置18条生产线，以半自动化为主。每天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大概有50名，专业生产及销售各类固态不锈钢餐厨具，支持零售、大小量批发、定制、代加工等。欢迎咨询。为什么我们能在餐厨具行业立足13年？因为我们提供一条龙产品生产加工服务，且生产设备不断更新，采用创新先进技术，力量雄厚，选用优质原料，对每一个产品严格把控质量。我们的不锈钢餐厨具支持零售、批发、定制和代加工等服务，详情请点击下方小公车。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抓到我直播间的家人们稍作停留。我们是源头厂家，一手货源，没有中间商差价，记得点个关注，亮个灯台，交个朋友。我们的不锈钢餐厨具支持零售、批发、印制和代加工等服务，详情请点击下方小公车。能来到我直播间的都是缘分，还没关注的家人们帮主播点个关注吧，方便以后找到我们，一起点赞。还在门口犹豫的家人们赶紧进来吧，我们的不锈钢餐厨具支持零售、批发、定制和代加工等服务，详情请点击下方小公车。我们是专业生产不锈钢餐厨具的厂家，五金厂区生产设备齐全，涵盖下料、横压、液压、收边、压花等一体式生产线，
已经。